有一部电影即将上映，叫做《寒战》，就是大家在一个港片，那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台湾的演员，那我就觉得我们台湾这两个就是彭于晏还有另外一个忘了名字，很帅的，那为什么他这两个男演员，台湾男演员在港片里面他显得非常的出色，他看起来就是跟香港演员不一样，然后跟大陆的男明星也不一样，可是我觉得他非常有特色，昨天上映的。那我就觉得说，我们在办这些台湾的艺术家展览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如何去提出一些特色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台湾艺术家他本来就是跟中国艺术家是不一样的，跟日本艺术家是不一样的，我们有我们很完整的一个生态，跟我们完整的一段历史，所以在这些年来我们又有一个很理想的场地的时候，我们做展览几乎不间断的不断的展览，不断的展览，那有的时候一个月有两个楼层开展的时候，参观的人数非常的多，那也非常多年轻的一些学生或者一些民众，然后我们的话是无障碍空间，无论你是多么小的年纪或多么大的年纪，我们的空间都是可以开放给大家来参观，最主要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去看重自己的文化的特色，并且能够给予鼓励。那尊彩艺术中心在这几年来也参与非常多国际的展览，那今年度我们几乎每个月都出国展览。那在国外展览的时候，我们会去思考的不是说我要带什么样的艺术家回来台湾卖的问题，而是我们去参观这么多的国际展览的时候，或者我们参展这么多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到底台湾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展览，也不是说台湾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展览，而是我们台湾需要什么样的展览对我们下一代它才会有帮助的。因为艺术它不是来服务这个市场，它也不是只是纯粹说你认为这个作品漂不漂亮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的艺术品，一些艺术家他们有哲学的一些思考，然后大家来一个关注我们这个环境，并且能够能够跟作品有一些互动。所以这次的作品它非常的丰富，有蔡坤颖在这几年来在非常多的地方驻村之后的一些作品，那还包括他对这个环境的一些反思。那大家也知道这次的台风对我们台湾的东台湾台风造成很大的一个创伤，那也还好我们我的资源，包括国民的力量，在今年陆陆续续的协助台东哦，现在开始修复，所以环境它的变迁非常的大。我在十年前刚从欧洲回来，我大概每一年的话，欧洲去看展览和参展。可是我觉得今年的欧洲天气又非常的不好，然后甚至是巴黎淹水，然后瑞士这么棒好的一个国家，我去十天都在下雨，而且那个河水水位非常的高，所以这个环境的一个变迁已经是我们没办法去忽视或者去漠视的。所以这次蔡坤颖作品里面也提出了非常多件是有关他对环境的一个观察，包括石油的污染，或者是说很多塑胶阶级，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一些环境议题。那我们也希望各位您等下在看展览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很乐意跟大家去交流。那在未来的这几个月里面，也欢迎各位可以介绍你们朋友来参观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展览。那这次作品有非常多的互动性，包括说你现在所看到的这几个声音的装置、大型的装置，它都可以让你可以站上去，可以去跟这个作品有些互动，然后倾听这个作品里面的声音。那这次的展览，我觉得很高兴的是，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有关于声音的装置里面，它运用了非常多这个善用了这个空间的一个意义。因为当时大概七年前，我们在设计这个画廊的时候，做了非常多隐藏式的电源。在这几年来，我们很多装置性的展览的时候，都已经有应用上，我觉得非常值得。是，所以我觉得以前在台艺大带过一学年课的一个学生哈，那可是在从我们差不多十年多以后了哈，就是我后来走到纽约生活。在我们这个他其实已经变成是一个相当不了的艺术家，那我是在东亚的出版看他的创作，那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想说要找机会跟他聊一聊，所以才会从应该是2013年在第二在东亚，那之后几年前我就邀请他到北京艺术基金会跟大陆做的一个跟现在看到的标注比较接近的一个合作。那我觉得昆凌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艺术家嘛，当然在两个路上我会
但现在你不会有，你会觉得艺术家是一个独立的，是一个创作者。那我觉得对个人来讲，他其实更像有些休息，像 Camilo， 他的创作往往是 relax， 他的生活周遭的一个实践哈。那这次的展览，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层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昆凌就像我刚才提到，他从
我每次出村的感想，所以他比较能够了解我去帮我写一些我作品上面的一些看法这样子。那这一次的个展比较正式的个展是从上一次在关渡美术馆以后的之后的一个个展，所以作品里面很多呈现的是过去这五年来的一个 feedback， 就是一个反刍这样。那我其实一直以为是艺术品，为艺术品为一个感知的媒介物，就是说我希望我的艺术品可以让接触的观众透过参与我的艺术品，来对于本来已经知道的环境，就是约定城市的感受，会有不同的感想跟经验的产生。所以艺术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通常会去思考到一件很重要，是我怎么样在里面埋入一个所有，让每一位不同环境跟背景的观众可以透过他们的背景去拿到一个所有，再进入未知的作品的里面去思考关于环境，可以用新的角度去看待。所以就会变成这么多样，因为它会有很多不同的路径可以去阅读关于环境这一件事情。而且环境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意义，所以过去曾经艺术家要来找我聊作品，但是他们都说你都太复杂了，通常被放弃。大概过去有两三次的机会，但是都会被放弃，因为他们有时候是比方以我晚期来讲，到最后会变成是它只是一个传承统的概念，可他并不太清楚的是，我在处理声音，我并不是生产声音，我是在处理声音的界面，听的界面。所以视觉艺术的物件，我在处理是观看，透过改变我们的使用我们感官的方式我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也是用我们感官在感应生活，回馈给生活的环境，你就会有新的方式去解决你生活困境或者是目前的处境这样子。所以我其实我的用意在这，可是因为所以我一直跟于先生或高迪以及刘云老师描述说，这个展览其实是比较像是一个，如果我是一本小说的话，我一直在这样设想。那这一次的展览可能就是第一集，它第一集里面它有很多章节跟角色，它同时在发展。下一次的个展是第二集，这些角色跟这些章节它会持续的发展。艺术家在关心一个议题或是一个方向的时候，他不应该只是，不是不应该，他可以不只是一个系列一次展出，这个关怀就结束了。下一次可能用另外一种形态去关怀他另外一次。这个东西应该是他真心的在关怀，他真心的在关心，所以他那个持续性一直下去，大概是这样，所以才会有这么你们现在看到这么复杂又多余的一